讲到咱台湾这放婚照的比赛活动，长期以来拢受到同胞团体批评，是因为这婚照的主人会把龟龙的这个婚照葬去外海放，煞有九成以上的婚照因为体力不够背袂转来，就葬身大海。这过时也是真侪人放婚照比赛时阵，今仔日同胞团体就含入委做会来召开记者会，要求相关机关就要重视。伫咧人啊来婚照摆机三月时，互人伫路中发现，当时伊的膝骨已经受伤，无多背，因为有脚圈，动物保护团体确认伊是比照了后，互人弃用的婚照，才甲收养照顾。动物团体讲，大部分比照婚照啊是无遐尼好运。那这一些鸽子，它是少数从海上仅存幸存飞回来的，但是因为它没有利益的关系，它再来没有价值了，所以它被遗弃了。有的呢就被煮了吃。有的呢就被剪翅骨之后丢往远处。动保团体指出，比较的驶船甲婚照载去300多公尺的外海，才放飞给因飞转来。但是大部分婚照拢无法度承受这么长时间无休困的飞行。去年冬季南海比较，计共有45,000多只婚照予载出海比赛，成功飞转来剩700多只，仅仅1.58%。赌博为目的的动物竞技行为是禁止的。类似的这个案件，如果不是警侦或是检调，他们介入调查的话，实际上如果单靠动保行政单位，这个破获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。配合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主管机关，就是农委会这边如果有相关的案件的需要调查的话，相关的这个机关来配合。无论是以动保法内底伤害动物的法条开发，要是针对以动物跋筊的行为开发，拢需要行为出现了后，农政甲检警单位才可能会办。动保团体指出，希望相关单位会使伫比赛宣传阶段就开始调查。在场立委陈昭华表示，会阁找行政院讨论认定主管机关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